他地，势力分他地把涨上去的树种，台湾孝兰，对吧？就是其中一个吧，一个很重要的树种，那边很特殊的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刚刚说到的，在大甲溪的南岸叫什么？叫做八仙山林场，这就是在那个开始砍块木，这些块木嘛，每一棵的嘛，都有2公尺以上哈，对吧？有5、600年之嘛，甚至3000年，甚至2000年的情况。啊，南边砍掉以后嘛，就变成森林游乐区。森林游乐区在从什么环境教育以后，现在不能变成就变成什么？变成环境教育中心。我们的环境等于很快哦，你要什么我怎么我都可以给你哦，那里边呢？这什么？这个是最慢砍的，本来就要90年轮花期的，不到30年嘛就砍光光了，那一样砍完以后了嘛，变成什么？变成大雪山森林游乐区，现在变成什么？变成大雪山环境教育中心，那干什么？这边平掉。对吧？叫坟，对吧？叫做块木的坟场。你可以想想看，本来这些块木长上去，它本来的话就长在崩塌地。如果这些块木你看到一棵2000年的，胸襟像现在目前看到小雪山神木哈，对吧？这个号称圆桌的嘛，有14公尺的哈，你就直径将近5公尺的，这样高49公尺的这样的树，这一棵为什么留下来？叫做无用之用，来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一棵树。来，就是这一棵叫天池哈，天池这个路往下走，走到最南的这个地方，这棵叫神木哈。哇，这么粗！我们可以看到哈，这个，来，这个是。既然照这种照片呢，好，这棵树你看到、为什么留下来？你看有这么多的分支哇！你看到有这么多的分支啊？那砍下来的吧，实在没有什么木材，又太大啊，那要砍又不好砍嘛，当然就留下嘛，叫无用之用了啊！你现在目前到所有的森林游乐区啊，留下来遗留下来这些大树。都是像这样子的吧，叫无用之用留下来的吧。啊，除了阿里山，现在目前那几棵大的树还留下来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它的嘛，它的旁边就是坟墓区，啊，是一个保安点，还留下来的。啊，如果你们注意一下啊，那个你到阿里山去。现在坐栈道啊，那边有十几棵，它的旁边嘛，就是日据时代的坟墓区，啊，因为坟墓区的关系，所以那几棵树呢还留下来。我们现在目前是要关掉这个吗？不是，应该是关掉这个就好了。好像今天要把全部关掉了。好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。这现在目前留下来的这个地方哈，那这条道路呢叫什么？就叫做200号林道哈，从这边一直到嘛，到从东市这边上来，那这里边呢什么就有非常多林道，就从这个地方就发展这一条嘛，叫230林道哈。这230林道呢一直往内延伸，你看到延伸到哪里了？已经快要接近了吧，接近灌木的地方。那这个整个林线嘛，全部是砍光光，啊，就在往这个230林道，那这个嘛，210、220，每隔的嘛，大概每隔300公尺，也就这条林道上过去以后，上面下面150公尺全部砍光，下面再一条的嘛，上面的全部砍光，那在当时用最先进的情况下，这边几乎嘛。就全部嘛，在230年就砍光了，本来要90年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块木是台湾号称最好的木材。现在目前我们已经不再砍块木了，但是市面上有没有在卖块木？有哈、块木怎么来的？块木全世界只有7种，台湾有2种，日本有
有两种，美国对吧？有三种，就是在环太平洋的地方，啊，从东南亚是没有块木的，所以东南亚进口出来块木是什么？是假块木，啊，不是真正的块木。所谓的东南亚的块木、越南块木嘛，它就不是块木，啊，它只是什么？只是一个什么？一个冒牌的。所以现在目前我们市面上在卖的真正的块木有两个来源，一个来源是什么？就是山老鼠。这个。